GC Competition 是在 Rallycross 赛事的顶尖赛车团队。眼见越来越多都市针对传统燃油动力车款提出禁驶令，许多老车、经典车收藏家又想开车进城。解决的方案就是为这些经典车款换上纯电动力系统。为此 GC Competition 就开发出了一套名为 E-Retrofit Premium 的纯电动力系统，以及成套充电站设备，预计在10月份会正式发表。喜爱越野赛事的他们在众多经典车款中选择了在 WRC 赛场上战功彪炳的 Lancia Delta Integrale 作为第一辆改装示范车。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不知道， Lancia Delta Integrale 可是 WRC 史上为车队拿下最多车队冠军的单一车型。很多人很热爱的 Impreza WRC 与 Lancia Revo 都还要更威。在1987年到1992年夺得车队六连霸佳绩，未来包括 Audi Quattro、 Subaru Impreza WRC、 Ford Escort RS800、 Toyota Celica Turbo 与 Mitsubishi Lancer Revolution 等拉力名车应该都会是 GC Competition 的改装对象。至正式发表前，GC Competition 在未来几个月还会再陆续公布更详细的规格资料。想让经典车款以更环保、安静之姿态上路的朋友，可得持续关注此 GC Competition 后续的消息了。